Der von Ihnen gespielte Affenkönig Sun Wukong war sehr gut, hat uns älteren Damen und Herren sehr fasziniert. Wie gerne wollen wir alles von Ihnen wissen.自从孙悟空翻过五行山，师徒四人一路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西天取经的盛事。忠勇果敢聪慧的孙悟空，乘着腾云驾雾之势，又将西游文化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电视剧《西游记》热播之后，受到观众的喜爱，反响极大，一时间出现了许多西游热的情景，乃至影响到海外。所以不同政见、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人都对其富有浓厚的感情。神奇的表演记录了六小龄童走进影视表演的历程。《西游记》中孙悟空成功的扮演也奠定了六小龄童影视表演的基础。之后六小龄童又相继在许多部影视剧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连城诀那么是一个古装的武侠剧，那么在里头我也改变了一些自己的形象，大家可以看到我孙悟空以外的一些作品，也不能说因为你很难超越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就不创造别的艺术形象了，我看也不是这样。那么我其实也在积极地做一些准备和尝试，你比如大家看到的电影《过年》啊，我里头演一个老实巴交的一个中学教师。我挺好的，大志。你就听妈一句话，你等过了年啊，你就去当那个局长去。为什么？切，为什么？你媳妇娘家爹不是科长吗？你要是当了局长，不是局长比科长大吗？那往后他就不敢欺负你。妈，人生在世，难得心境悠远。妈，您好好过年吧。啊，钱，你怎么会知道要钱呢？哎呀妈呀，出人了！大哥怎么了？你把金庙子还给大川，你还给大川。你吃醋了你啊？这我要是在那儿养汉子，他把你气死。美妙动听的旋律加上多姿多彩的舞蹈，带来了远道而来的丹麦作家安徒生家乡里的问候，显得猴年是那么的喜庆和吉祥。在2004年，猴年这一年是丹麦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世界各地举行了隆重的庆典，北京是其中重要的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丹麦作家安徒生诞辰200周年全球庆典的揭幕仪式，为此时任丹麦首相亲临会场并祝词，同时他还亲自任命六小龄童、宋祖英、姚明等中国名人担任安徒生的形象大使。 To see here is none other than the Monkey King himselfMr. 江金来，江金来先生将孙悟空演活了，那么电视剧《西游记》呢，也因此在国内外掀起了一个孙悟空的热潮。我希望在宣传推荐
安徒生大师这些童话作品的同时呢，也把我们《西游记》的这部伟大名著呢介绍给大家。因为我是立志想今后更多的沿猴戏以外充实我们中国的猴文化的一些传播各个省会都有一些古玩市场，那么去这些地方干什么呢？主要是一个是结交朋友收藏界的朋友，同时呢也可以收集到很多有关我们西游文化方面的一些文物和资料。那么我想今后有机会的话无偿的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国家甚至某一些地方能够展出以后呢跟更多的电视观众和我们的游人呢交流西游的文化，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愿。哎呦，猴哥来了！哎，你好，刘教授，你好，好久没见了。怎么样？最近又拍什么新的戏呢？不，马上那个播那个《啼笑姻缘》了嘛？啼笑姻缘啊！中央台。那好啊，好啊。中央台。你这给我收了不少，收了不少东西，看着。收了新的。是新的。这美猴王也是一个收藏大家呀。没多少钱，也是收藏。这个20块钱吧，这。行，58年的留现在不容易了，这个。看那个板，就是都印了1000多本了。这个书籍啊，书籍的，这书籍修补了一下，书籍还行。就听他的呀。6600怎么样？600，这是从朝河面。6600，那就这样，6650，行吗？正版，6650，行，真是给人代卖，真是代卖。这本是个好东西，这是个好东西，这东西我一本卖了，卖2500，你看好。通过《西游记》的拍摄呢，因为很多观众也知道不光是我完成了西天取经的这个9981难，同时呢，我在这个取经路上呢也。有了一个猴嫂，娶到了一个压寨夫人，那是我们剧组的一个场记。那么因为我的太太呢也知道我喜欢红色，所以经常会在街上只要发现红色的这个日常的一些穿戴的用品都会给我买，所以呢我觉得希望用这种红色呢来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感。电视剧《西游记》的拍摄不仅改变了六小龄童的艺术生命，同时也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用他的话说，是吴承恩老先生笔下《西游记》的魅力，影响和延续了张氏家族4代人近100年的侯缘。那很多观众在问，就你们4代人在演同一个角色，为什么像这个家族前赴后继的去弘扬西游文化，或者是演这个美猴王？那么我父亲就是讲，其实这是我们对猴的一种情结对《西游记》这部小说的这种敬仰。所以我们呢，而且是4代人，不光是在一般的艺术上的延续，其实是精神上的一种开掘。包括很多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见到我父亲，开政协会的时候，都说：“哎，你是孙悟空的爸爸。”所以我父亲就这样：“我是老孙悟空，怎么变成孙悟空爸爸了？”其实。就是说明这个艺术也好，社会都是在往前发展的那么要说我们这个张氏猴戏如果在艺术上有一些什么就是说诀窍的话，我觉得这个主要是通过我们几代人的不断的去丰富它和就是完善它。袋子拿来了，袋子拿来了。我带了两个，
一个呢，就这边写的一二，这个二是我演唱的一个带子、啊，完了这一盘呢，得是所有《西游记》前后41集的音乐和歌，就你我要趁音乐什么，我就给你留了，什么时候你另外一块给我就行。对对对对对，行行行，好的好的。就反正题目大概就是这种。行行行。哎呦呵，放第二首啊，放第二个哪个呢？这个第二，别的第二就是。如果没有《西游记》，就没有我们张氏的猴戏，所以《西游记》应该属于世界啊，属于人类。那么我还有一个大的想法，就是已经完成了一部20集的电视剧本，就是叫《美猴王之父》，写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吴承恩那一生。时代在变，孙悟空的这种精神不变，而且是老百姓对他一代一代那么爱慕，这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个事情。然后我就买了套猴票啊，我买了两套，一套我一套。啊、哦，行行行，你们要是两个男孩就能演真假美猴王了。他们签字那一页我一直保存下来啊，一直是最珍贵的保存下来了。我心情非常激动，因为15多年快16年没见面了，那4月11号嘛，所以现在呢，我都看了咱们那个演着晚报那个消息以后呢，我就把那次那个签名又找出来，又找人复印一下。我说一定要有机会的话呢，再送给这个张金来同志，是吧？所以我就非常那个感动，非常这个高兴的。看到您那个看着《西游记》长大的，对您特别了解。哦，这么多年了，我想知道您现在在忙些什么。我想您这个美猴王的演出绝活会不会传给其他人，因为您是个女儿嘛，然后到您这一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拍《西游记》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和最难忘的是什么？谢谢。16年了，我一直特崇拜你，我真的没想到我这一辈子能亲眼看到你。你演美猴王这么多年，那美猴王这样一个人物，他对您的为人，对您这40多年走过来的这一段的人生之路，是否有影响？就是为孙悟空这个人物而来，就感觉，尽管有一些阴差阳错啊，就老觉得好像，因为我书里也谈到这个，就是。我随着猴魂而来，愿孙悟空永远伴随我的一生。没有吴承恩老先生的《西游记》，就没有六小龄童的今天，也就没有张氏家族的猴戏。美猴王的精神和猴文化意识，在不时地鼓舞激励着六小龄童。用他的话说，他的一生就是为孙悟空这个人物而来，并且美猴王的形象永远伴随着他。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凭借着《西游记》中的出色表演，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一举成名，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美猴王。《西游记》在德国播出，创出了该国电视台建台以来最高的收视率。在越南播放《西游记》期间，几乎万人空巷。塑造一个神话中的艺术形象，居然能够让现实中不同国籍的人们休戚相关，心悦诚服，这对于一个初登屏幕的年轻演员来说，真是一项莫大的荣誉，一次最高的奖赏。电视剧《西游记》的成功，无论是从国家的角度还是世界的角度，都是一件无比辉煌的盛事。它是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一部浓缩了中国传统神话的精品之作。六小龄童的神奇演技和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成功扮演，也演绎了张氏家族百年的猴缘。